这个宁海堡的怪病就是个凶兆，凶兆，就是说这个宁海堡的怪病是妖魔作祟。<笑>别不信，我听说可真有病患不见了。 什么人？主，站住！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！今日潮汐的落差最大，等退潮之后，这片浅滩就露出来了。我们呀，游过去。 吴云，吴云，吴云！要不是你刚才给我发个信号，我怕已经交代在这海里了。信号？我没给你发过什么信号啊？你没给我发信号？